电影《天机赴春山居图》即将上映，曾创造票房奇迹的导演徐峥也应老朋友孙建军之邀，一同畅谈《我的第一次》。两位经历迥异的新生代导演也是碰撞出不小的火花。自诩大龄新生代导演的孙建军第一回当导演就大胆挑战国际化大制作，两人互道钦佩。观看了《天机》片花之后，孙建军与徐峥就各自为中国电影所做的友谊探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国能够有一定成色的这个导演，其实他们都是超人来的，他们既需要就是说形成自己的一个艺术观点，然后有所表达，但是又要去肩负好像就面对市场或者面对投资这样的整个问题。而在电影中，除了刘德华和林志玲外，佟大为在片中一改戏路，出演有众多美女贴身环绕的最大反派。对此，徐峥可是羡慕得很呐。好羡慕佟大为，手底下全是美女，而且都是身材很好的那种杀手。徐峥老师，这样说就不怕回家跪搓衣板吗？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